大头处，再见范特西。什么感觉？星石十五有说法吗？你妈！你星石十五有跟可雪有什么区别？那可雪出完第二件不也是出十五吗？你这星石十五出的，你就不如直接说他妈神话装备出星石有没有用？我很明确告诉你不行，因为他一点 CD 都没有。他不仅装备没有 CD， 神话被动也没有 CD。绿人虽然说不是特别吃 CD， 但是没有 CD 也是玩不了的。亏不亏，赚了100块钱，大头也交闪了，技术来赚的。等一下，等点钱。鹅厨是不是不播了啊？你不说我都不知道，鹅厨没直播了吗？最近没跟他联系。他没播了吗？三个炮台吃不消呀。什么东西啊你啊，打得过我吗？那就是你大头处，哎呦，炮车吃不了的，吃炮车要死。我差钱出那个影魔刀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，兄弟？在线等。哦，想干嘛？先来个锤子，再来个魔抗斗篷。等会再出影魔刀。我们第一件直接出大影魔刀。出大影魔刀出来之后，这大头就不用玩了，看见我就直接爬。这轮子妈怎么被压了这么多刀呀？用补位的，我操！浩龙明天复出吗？不知道呀，你这问的什么？突然问明天啊，我哪知道呀？你只要知道能活就对了，活是肯定是能活的。我操，恶心人！我马上六级了。今天来手出其不意，走了，回家大羽魔不是小羽魔刀。
来个绿豆汤，好，完美。怎么说，六人六分半，六分半就把大头爆线，快不快？这还是个主玩大头狗的。不是真的假的，玄哥能复播呀，本来就能复播。他发他微博发的那个东西只是噱头罢了，他还会回来的。总有钱，总有需要赚钱的时候，出去挥霍那也得是吧，那也得回来赚米啊，不可能不回来。这个问号，这个是个低能，这个如果连招慢的，这个昨天晚上还在一直刷屏，感觉主播绿人比宙斯强，一直刷一直刷，看得我都尴尬。然后今天晚上又来搞了，这个是纯醋，看一下订阅什么成分的，大伙。皇子在不在？皇子看一下成分，别在客厅抽你的逼烟呢，出来。啊啊！短了一点点，可惜，没事，闪换闪下波杀，来出个大眼魔刀。跑得掉吗？哎，他这个大头这个 ID 有点熟悉，他是不是抖音那个法神阿航啊？我还跟他互关呢，他是那个法神阿航吗？这个 ID 我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啊？是不是他？爱看主播，聆听点金处可以。果然这问号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昨晚上看他在那边一直刷，感觉主播绿人比宙斯强，一直刷一直刷，刷的我看的都尬了，你知道吧？纯处。坏了，养猪养猪，问题不大，把大头养回来再杀。哎，这把要不直接出穿甲吧？这把我们直接出个穿甲玩一下吧，真的。这把我们的条件是可以出穿甲的，优势，而且队友也是优势。这把对面他妈的五个小脆皮，一个漏都没有，我穿甲爆杀。
被醋影响了，确实。刚刚在攻击那个醋。我操！我去！痛痛痛痛痛！你神话妆都没出来，你妈打我这么痛！我操！呀！速来！干死他！妈的！打我！啊！给他出来点，他出来点我还是可以杀他，他没闪，闪跟我同步，他不出来我杀不了他呀。你对伤害一无所知啊。回家暗爪爆杀戮，哎，掐个红，掐个红。我直播没带影魔刀啊，带影魔刀没转好，不太行，丢了溜了。等会再杀，回家更新一下装备。干嘛呢？我操，老子他妈不走了！来，远程改造照我，红暴虎黑点血，不着急，影魔刀要转好的。老子不走了，啊、喜欢烧是吧？让你烧个够，喜欢烧。哎，傻逼跟闪，我操，生态崩了，全是闪现，这奶妈也交闪了，巨厨，我去，拆个塔，差点钱。拆个塔行不行？投了。我们弟弟要保 KD 啊！这弟弟要搞 KD， 保 KD 妈一次没死，这边狗 NVP 呢！我去，我上这把伤害绝对是傲视全场。来看一下。好，好吧，那没事了。这把结束的太快了，没法傲视，哈哈。477掉了16分。 OK， 三连胜，进这还有几把，九天打个11天，打个11天够了，今天4号打个11天没问题，再打两把奥斯全场。